快去寻钟侍卫来，誉王有事吩咐。誉王，您没去湖心岛吗？本王去湖心岛做什么？谨言姑娘约您虚实在湖心岛相见，当时您在忙，钟侍卫说代为转达，他没和您说吗？ 虚实都已经过了，誉王怎么还没来啊？嗯，我好饿。算了，还是等他来吧。哦，没有了，我再打些水来。 锦言，锦言，锦言，你醒醒，我要你醒来听到没有？锦言，为什么背叛我？我与你情同手足，更是引为知己，到底为什么你说话？ 锦，锦，锦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们能不能待会儿再打？没事吧？我好难受。传太医。